贝壳，贝壳。刘山走这种艺术浪漫风。是是是是。对啊。你觉得这张很像？我觉得很艺术浪漫。艺术是很像那个反骨画的，对。还看书哎，你看。对啊。这个书是怎么样？没有觉得很协调的感觉，就是很粉红，有没有很粉红的感觉？我觉得我要过敏了。这是熊抱哥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安小熊，你过来，过来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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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粉耳心熊，对，是只熊。不是我的，我的意思是它脏的程度是熊抱哥。这只熊陪我把过了很多很多的妹。因为我买的车都两门的嘛，所以都是小跑车，所以他每次都坐在后座，都会系安全带。然后每次女生骑摩托车停在旁边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看那小熊好可爱哟。”然后你就把窗户摇开，那拨一下。所以你之前是男生，你现在改成女生。你刚刚讲把妹啊，把妹。我你不要让我们误会嘛。没有，我喜欢女生嘛，而且我喜欢女生那个惊叹声啊。是是是。而且这是从我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喜欢女生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喜欢女生。哎，我对我喜欢男生的。对啊。我们要越来越喜欢。从我第一台车陪我到现在，多久？请问多久？十几年。十几年？那请问一下，这个是机油？不是，它是脏掉的。脏掉？怎么会这么脏的白色？为什么那么脏？你开的是货车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因为有时候就是载朋友什么的，朋友可能就会蹂躏它。现在不是有那种专门洗这种宠？对啊，对啊，拿去娃娃的这种，哎，这也是一种，这是也是一种记忆啊，曾经打过无数美女的记忆，曾经开过无数山头。警犬出动，怎么样？今天出动第一代。真糟了，恭喜你。对，闻看，我觉得应该不臭。你闻看，这最味道会最重，大概是哪个区域？对，我觉得应该是鼻头，因为鼻头啦，站进来，很多人会亲他，或者是他的手吧，鼻头。你看，受小孩子欢迎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预备，起。很难说，很难亲一次。不是，成怎样？它有香水的味道，但是 butter 蕴含在香水后面的是一股像水沟的味道，水沟你知道吗？香水水沟，香水水沟，香水水沟，一直这样。香水沟，对，好复杂。香水沟，我是看在你是唱片歌手，我就饶了你。他为什么这就可以？没有，我怕他万一回去歌就唱不出来了。哦，真的，真的。第二代来闻一下，没有，第二代闻枕头。哦，第二代闻枕头，枕头看起来还 OK， 枕头看起来还好，直接闻了吗？但枕头人家说没有唾液，没有唾液，枕头人家说细菌最多的地方，对，可以，来预备去，哇，你可以杀人了，耶，你这是羽绒枕啊？对啊，对，所以你知道那羽毛的那个融合一点湿气加油脂，然后蒙在那。可是我都会换那个枕头套啦。嗯，因为在我请问这个用了多久？十几年吧，在我睡十几年，这应该换吧？十几年。等一下，警犬出动第一代。我们过了吧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两个人说一下。要听我解释吗？两代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要听我解释。好了，过去。嘿，预备起！虚拟的，伪虚拟的，这包起来。对，怎么样？深呼吸，讲话。你有没有呼吸啊？讲话。他都他已经沉醉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会有一种想咳嗽。变颜色了，你流汗对不对？他化妆。哦，他化妆。粉底没事，没事，还好。吓我一大跳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下去？他。这个你我要解释，不能再闻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闻，我要解释，没有，你讲是解释，我真的睡了十几年，我就觉得它最好睡，可是这里面也可以洗，可是不是，对不起，你有不能洗啊，它是羽绒枕可以洗，可以洗，可以洗，专门送洗，我很喜欢枕头套大概两天换一次，没有用。没有用，它那个臭味已经积在里面，而且里面有尘螨啊，一大堆菌。你这个枕头套在外面这个布啊，很像我们当兵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那个，你知道那个棉被啊，都会有一些地图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地图。对，我会流汗，因为我很会流汗。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这里要擦的感觉。
上一次啊，上一次那个机场，机场那个导盲犬不够肉，那个文德，我们还请我们张立东去，还破案了。立东哥太厉害了，要再闻一次吗？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不要国军的武器，暴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，